钓友们，大家好，今天又来到了东江的一个回水湾。今天白天有事，也没钓鱼，所以晚上来碰碰运气。很长时间没夜钓了，今天来试一试，看看效果怎么样。先看一下环境啊，这是一个挺大的一个湾子，前面就是东江，东江水流是特别的急，但是这个湾子里水流特别稳。今天准备用4米8鱼竿。因为晚上钓的话，鱼应该是靠边儿，不用太长杆儿。这个是窝料，也是用酒泡的，里面有好几种成分，这窝料非常不错，酒的味道很浓。鸭饲料再加点儿，这是爆炸饵料。白面，就这样打到窝子里就行了。是鸭饲料，先用水泡2分钟，已经泡好了，再加点918，钓鱼王，都是星香的。我用搓饵钓，拉饵盘没拿过来。我那个拉饵盘只能挂在钓椅上，钓椅没背过来，这地方走得太远了，所以就只拿个凳子过来了。哎呦我去，我抄网都没拧啊！哎，这鱼还挺猛的。打桥了，还可以。这鱼怎么没多大力气啊？还可以啊，又一条。这个不大，还是鲤鱼。这条鱼猛啊，红的，红鲤鱼。飞起来！红鲤鱼，这吃口特别轻。
还是不大呀，七八两。不钓了，看看鱼货。哎，一共是6条鱼，全都是鲤鱼啊，有一条红色的。天黑之前钓了几个，天黑以后又钓了2个，之后现在已经8点了，没口啊，晚上实在是没口了，所以就不钓了，然后这些鱼就放了。喜欢钓鱼的朋友，请点个赞，关注一下。来把这鱼放了。